娘娘现在对回宫就没有半分不乐意了。我愿不愿意，有人听吗？有人在乎吗？我在乎。你为我做的已经够多了，我这条命还是你救的呢。但是，一再的拖累你，我总觉得不太好意思。你放心，我要是受封了，不会忘记你大恩的。不出几年，我也是大业数一数二的大人物。 整个皇城上下横着走，谁要是欺负咱们，谁倒霉。那个是不是听起来也特别的心潮澎湃啊？院子里的牌桌没打包呢？这些日子，谢谢你了。